我怎么切到你不会死啊？你们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好重哦！你怎么切不死啊？哎呦哎呀！哎呦哎呀！咻！这要怎么用啊？可不要一下！这个有两只手的乌丹乌马才能玩，太难了，放弃。好要砍两刀吧？好难砍哦！你看我玩具，我玩具。我不要你这个，好可怕！你在搞什么？喂！我这个拿枪啊，这个那所以那个枪要怎么射啊？枪你要一只手、两只手，然后各抓一个握把。哦，他才能够射。那感觉蛮麻烦的。哎，我自己摸到刀刃了。这把刀有毒，这刀有毒哎！是太夸张了吧？你就说这一个刀有毒，你就自己舔一下你就死了。对啊，我跟你说这个刀有毒。刀刃上我玩的毒药。小雨，你好，下小雨，嗯，回头一下，回头一下。哦，那枪，你那枪我先瞧哎，杰克，干嘛？我有大枪枪，哎，耶！哇，小阿走开，我的比你长哦，我的比你长哦，漏气了，气球漏气了，没气，你看，你居然跟我抢气球，不要走开哦。一点，我们站上来没有，没事啊，哎，这不是楼上吗？我已经站在上面了。我觉得算那个轴轮的那个。看一下。哇！哎呀！怎么没死啊？好惨！他刚亮了一下。我体验到繁星的长度了。秀。等一下。他只选了一个红色的斧头吗？圆圆的，可是上面没有黑点点。他有亮一下又没亮哎，为什么啊？奇怪啊，我差点就到了。哎，我进来了吗？你进去了吗？还是不是这一里、啊？没有，你在外面。要踩绿色的点。我一直刚踩它没有用啊。哎呦，哎、哦、呦、欸欸、有用哎、欸，亮，还是要拿武器上来才有用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去拿武器看看。你那个枪太危险了，你走开。这楼下还有一把，楼下还有一把。我看到了，那把好难拿、哦。你就是一只手都要各抓一个握把。现在团团正在尝试的拿着它，我要收心，收拾吧！太难了，你不要偷懒，哎！别哎！不要等一下，我想拿另外一把。干嘛？我想双子，你干嘛？你是螃蟹那个拿菜刀螃蟹吗？在那边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那很可爱。所以这到底是怎么玩啊？它上面是说要站在上面，我看一下是不是要拿武器才能站。上面怎么一直有东西飞下来啊？因为我在拿着枪啊！哦，抢夺武器登上高台啦！你不能单独站上高台啦！哦，这所以要我这样子拿着武器，对，难怪你拿。三二一了，哇！哎，我头上有围，那个围，什么东西？你那个围不对了，是吧？围，等下小雨为什么死掉了？我不知道。好，他那个围是要反，还是因为我那个盾牌挡到你？反弹，那个围也太好笑了，那个围超天的了。我是被那个围弄死的吗？我围我吓到了，就突然围，然后就都死一票人。对啊，这是拿什么大绝招，真自爆的之类的吗？也是有的。围是那个，这楼梯，好重啊！我要从楼梯上面超重啊，过不去，小心。阿西，我要从缝缝戳。不要！我在想，会不会是拿着武器在上面到一定时间就会哦，没有，我挡。他就是要拿武器站在上面啊，对啊。然后到一段时间就结束吗？对啊，所以你看我刚刚都没有吃，又没武器的。我要从缝缝吃喽。吃啊，吃不到，好难吃。所以盾牌可以吗？盾牌上面有刺可以。等一下，这楼梯也太危险了吧！为什么一堆刀啊？我放的啊！啊，你不要刺我！对啊，单点了，还单点了，啊，自己卡住了，我卡在雨燕刚跳下来那个高台跟那个玻璃中间。哎，为什么卡不到烤鸡呀？一下走喽！还有些武器太麻烦了。我下来，走，我带一把武器上去。我站上来，然后嘞，你要拿武器啊，拿武器啊，就站在上面啦，可以了吧？都没有变绿，变成亮绿色。
他是亮绿啊，那就可以啦。我刚才是这样站在一段时间，他就要戳到你了。我有盾牌，我有盾牌，哦，我在努力的搬这把剑，这把剑好重哦。我在努力的搬。这个怎么拿、啊？哎、欸，这个楼梯很危险呢、欸。那枪从来拿，所以我就隐约刚刚拿得起来是蛮厉害的。刚刚就拿到一半，杰克来戳我。我的盾牌，考验我的平衡哦。我五四三二一，你是三二一要围了吗？围了，围围，要围了吗？他这样的意思就是一轮结束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不知道。可是我还在场内。可是他们还在场内。我看一下，我刚刚看到围的时候，天上掉了一个超大的果冻，掉下来，这个红红的。我看一下，这个盾牌好难拿，好重啊！小雨，我来啦！我觉得我脚酸。你要干嘛啦？来切蛋糕啦！不要来切蛋糕。手持武器保持绿灯亮一分钟，会触发陷阱。倒数计时内，所有玩家要离开高台。倒数计时内，所有玩家什么离开高台会重置倒数计时，这样。然后陷阱触发，只有站在上面的人会避免死亡，其他都会被重置。我站在上面，刚才是死啊！刚在高台的人死、欸，蛋糕你好了吗？蛋糕，而且我刚刚没有死、欸啊，蛋糕掉下去了，蛋糕掉下去了。神秘啊，算了算了，太神秘了。旁边还有个要去过去看看吗？下一个吗？看一下，等下寿星还没上去，寿星在努力拿，寿星上不去。我再努力跳，我再努力跳，跳、哦、跳，喂，喂，切西瓜切不了。我拿到武器了，我拿到好大一支武器，这个超大的武器。你确定吗？这是要武器？我拿的是榴莲。哎呦！我还不砍爆那个西瓜。哦，你们那个很危险。哎，你不要不要不要！那超危险的。哎，倒数倒数。喂喂喂！对啊，头上有一个超大红色的。哎、欸，对耶。然后你死了。对。然后上面的会死，下面的没事。对，你马上离开那个台就好了。最好一个，最好一个，引力干。好，我们去看另外一个吧。干涉，另外一个。设备。引力干涉设备游乐场。感觉就很像咖啡杯那样，就一直甩。握住设备开始充能。哦。为什么重置啊？抱歉，我按到了。我按到了，抱歉。想说我在看书。那我们就一起过去啊。他这个好像就没有什么竞争啊，就是就感觉就是要拿那个枪哎、欸，对吧？捡到的枪，刻得清。哎，握住设备开始充能，完成三秒的充能后将引发引力干涉光线。这是一个游玩场地，就是黑夫饭。黑夫饭、哦。对，如果一定要有一个胜利，一定要有个胜负的话，比比谁能够在一条命的时间内活得最久吧。哎，先采藏存档点。是、哦、啊，存档点，那、啊、不就这里吗？是、啊，这边还有一个、啊，没有，不一样的。有啊有啊，采了采了、欸。掉下来我怎么上去啊？哎、欸，我上不去啊！自杀，直接自杀，直接自杀。怎么自杀？哪里？哎呀，举水不行啊！存档点、欸。其实不会啊，一直走可以走到哎、欸。等一下，我一直绕可以。对，我读取 checkpoint 就是大家一起读取啊。嗯，那我们是一起。那、啊、怎么弄？那些是点那个按钮吧。啊、哦，这样子哦，他超住，然后三秒他就叫一个造人呐、啊，我还没有，等一下啦，下我还没有，等一下，那我们进去啦，我先造远方，还没拿到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我造远方，造上面，造远方，造这边，我造这边，你们冷静点，啊，突然人就飞出去了，太扯了，我好不容易才走。做了吗？你们太笨了！你刚晃了一下，我就出去了。还是先别拿、啊，大只不好晃。有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 了。等一下，我会上去。我放下了，我放下了，上去了。来来，团团，你的光，你的光，你的光。我举高了，我举高了，我举高了。有救命！小雨，小雨，我一直在绕，但是我不知道我绕方向对不对。哎哎哎！别乱转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没有碰。我好想，我好想玩游戏。我举高了，我举高了。IC 高光。好，现在换我要怎么举了呢？拿它按按钮。拿着抓着就好了。抓着。但是要怎么按按钮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你就抓着就好了。碰着就可以了，碰着就可以了。欸、
我卡在墙壁里面了，一直绕，所以每个人都有了。怎么办？我一拿起来，杰克就要飞了。杰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，不好意思，还是一刀刮。我要怎么重置啊？按那个 ESC， 然后你知道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我现在是卡在墙壁里面了。哎，有人把我推下去了。没有，因为刚好在投我载入，我载入存档点，他会全部人一起载入哦。没关系啊，他连武器都武器重拿就好了。数到三，他站旁边就好。三在哪？怎么一个充很好的啊？好，我站这，我站这。好，那我当这个，这直接拿起来就好了吗？好，三二一，拿。不是啦！有了！不是啦！去死啦！不是啦！不是啦！杰克，你不要抓我头！你干什么？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小雨！生日快乐！我一直在螺旋往外飞。小雨，大家等等，我们两个在干嘛？我出不去。别人缩小灯放大灯，我们是打远灯。打远灯是远灯，我们是飞行灯。对，飞行灯。哦，生日快乐！我一直往外滚，我把你吹回去。生日快乐！我来吹你们了，我来吹你们了。大风吹，等一下，吹什么？哎，我吹高声了，有吹出去了，有被吹出去了，吹吹吹吹。啊！不要！我要飞出去！小雨下去！我快飞出去啦！我被贴到墙壁上了！小雨，我来了！没有，我在想一件事啊，找这个光照自己会怎样？可以试试，看看你，生日快乐！好，我的手卡住了。这也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为什么没能量？这边有一个啊。海蛋嗎？怪怪的卡榫，哪里怪怪的卡榫？抓住自己超好笑的，现在一个推进，我把你往前推，真的吗？我要试试看，我从另外一边抓，哎，我要抓，站在他前面，好，超好笑，自拍模式。你会自己飞出去是吗？哇！我可不可以飞上天了？我可不可以飞上天了？我飞起来了！我在飞！我没飞！飞起来！飞起来！飞起来！超好笑的啦！你也太开心了吧！哎呦，我抓到了！哇！欸、这有点像冲浪哎、欸，这好像冲浪哦。我们在冲浪啊！我们在冲浪。我们在冲浪。你在前面。动力下面，动力面，动力面。飞！好，抓住。努力的回旋跳。开了吗？哎呦！我越来越往下，完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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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推出去，这里。往上飞，往上飞！哎呦，这只牛有点不错哦，牛，往上飞，往上飞！哦，有了！我飞不起来了，完蛋了！啊！我掉下去了，抓不到！真的好笑，有了！哦，我飞了！天上有鸟，快下来！我在飞，超会飞！我最厉害！哎呦，真不愧是冲浪高手！哎呦！抓不到！我飞起来！抓不起来！等下！哦！好玩啊！这好好玩！有了！可以玩很久哎！哇！飞起来！哎，我被抛出去了！有！飞起来！我飞好高！有！哇！我的马头发光啦！我不知道飞去哪里了啦！我飞上天了，我飞到管子底了啦！能不能飞到其他地方？它有些地方不是还在检测吗？对啊，可以试试看。哪？等一下，我要怎么过去？等下那边有点难过去。就是在管子跑到刚刚打架那边了。哇，这么会飞！这个不受控。很难控啊。对啊。等一下。
在哪？我迷路了。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，往上看就会往下看。啊！我被弄回来了。救命哦！这里是哪里哦？这边，这样飞，这样飞，这样飞。我还没飞过啊，怎么飞啊？可恶！我飞起来，我飞起来啊！那个要自己抓感觉。你会往反方向，你。